这家伙也太强了吧！我们去山下找君乐大会合。可是，凤舞，别犹豫了，他已经完全妖魔化了，我们几个也不是他对手，这要是跑下山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快走吧，走。 妖魔，妖魔快现身了！快去布置好剩下的警报结界。可是少主，这是魔尊的命令，是。走。少主，妖魔越来越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撤出结界吧！ 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他现在完全是另外一边的人。少主，快启报结界吧！ 就算杀不死这妖兽，也能重创他。可我们的人还在里面，再不启报结界，只会增加更多伤亡。 少主，来不及了！少主，别白费力了！
这个封印虽然压制你大半灵力，但作为代价，你可以自由活动，不再受到束缚。我可以给你20年的时间，让你把孩子生下来。20年后，就是你的大劫。你可以选择杀了那个人，重新为魔，或者放下仇恨，接受命运。